Hey, what's up, Cantonese Metal Squad? Today, since Sheldon and Sandy did their Chinese Q&A, we are also going to do a Chinese Q&A, and I'm gonna do it with my girlfriend, Joy. We have a list of questions that the fan wants us to answer about our relationship. We're gonna do it in Chinese, but the twist here is if you speak English, you gotta drink. I can answer a question in English, but you gotta answer it in Chinese. Okay. First question is, how did you guys meet? We were from the app on the internet. Wow, what app? But it doesn't have a Chinese name. What did you say? Hinge. It's a Chinese name. I don't know. Guess. 第三个问题是 What is your first impression of each other? 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一个滑雪场见面，我是第一次看你，我们去滑雪的时候，第一次见你好矮，我觉得看都看不见咱。我觉得我很矮。你在那里对你们的人，你好能说小话。 第一次你问我去摸一摸你的衣服，对不对？你好厉害，你好聪明，很聪明，把这个第一次墙去给墙去破坏了，摸的墙，对对对，厉害，对对对。 What is a song that represents your relationship? 月亮代表我的心。嗯，你爱我不爱你？你爱你爱。我知道一个歌，用中文名字说出来。 我要把这个门打开，我要把这个门打开，我要把这个门打开。可是表达意思是觉得对我很摸我的心，摸你的心，摸我的心。 What are your icks about each other? 你经常会碰你身体的像脚底下的很脏的东西，或者你耳朵的，或者你袜子，然后脏的衣服，然后放我的脸上，然后逼我闻，或者你，我他昨天就是，哎，我这地方是很很很好的指甲下面的脏的东西，你想要闻一闻？没有，你把我的秘密全说出来了，我真的没有很多 icks about。 我真的没有，我觉得你不是一个很 icky person。我们睡觉的时候是谁偷被子？我们俩都偷被子。我觉得你比我偷多。No， 你老是偷，我老是起来的时候，你觉得好冷。 我有时候早上醒来的时候，是因为你喜欢这样像，像，因为这样是睡觉一样。嗯，收拾就是日本那个吃的。鱼，我不知道。收拾。收拾。我知道。明白了，OK，明白，明白就行了，OK。那个跟偷被子有什么关系？就是你想，你想把自己裹在一起，像个火球一样。 How do you recognize when you're spending too much time together? 我们从来没有花太多时间。我也觉得，我们但是我不是觉得我们有可能真的花很多时间在一起，但是我没有这个感觉，也因为我觉得你一个好处是你知道怎么去给我自己的自个的空间。因为你有时候你上班晚，我就觉得我也能把这个时间用的做什么事情，我不会就是坐在地方看手机。因为我们没有，病。 我做一个 sacrifice。我们不 sick of 对方。嗯，对。哦，那是不是？对，就是不想我说病。我没有。How did you become officially dating？我是怎么？我是问他去当我女朋友。
但是我等了一段时间去问你，到等了将近半年，半年，可是我觉得半年，可是我觉得不应该算半年，因为从十二月份到三月份，我们是我在温哥华，你在多伦多，嗯，所以我们只是了一个周末见了，然后跟我们两个，做哈呗，不是，好，我做自杀，我那是。一月份我们有一个周末，我们两个是第一次 hang out， 因为他从多伦多飞到温哥华，然后我们两个是一个周末，然后他三月份跟他两个 Edward 跟 Sheldon， 我自杀，合家融合，杨德峰，我自杀，我怎么会叫你的名字啊？我等了六个月才问你去当我男朋友，我第一次见你是我第一次去飞到一个别的地方去见你。下个问题是我each other's most attractive trait。嗯，我觉得你最 attractive trait 是你笑容。啊，我好喜欢你笑容，因为你笑容像太阳一样，好阳光，好高兴，让我的心情好。心情，对，我说的心情。No。我说心情好高兴。我觉得你做事情很有责任心。I'll take that as a compliment。我觉得你想生小孩子，然后以后结婚需要找一个人，男的有责任心多一点，所以你能相信他，能帮助你。好，下一个是 How does Joy keep up with Mike's stupidity？ 没办法，我只能接受。因为我觉得他有时候是真的是很可笑，反正他经常会很可笑，嗯，所以没关系。有时候是自杀，嗯，不是 ，on purpose。嗯，我在做这个笨蛋的东西是因为是 on purpose。你又自杀了。下一个问题是 ，When and where did you guys go on a date？我觉得这个问题是最享受的，就是记着的 memorable。嗯，我们是第一次去温哥华的，有一个公园叫 Stanley 公园。我继续去看，千只是，那是你中文名字，不变成英文。然后那时候我是第一次亲你。哦，那是我最记着、最记得。我说今天晚上我要亲这千只。我就想去亲，他就在亲的，我以为他会这样，但是他对他也亲我，你真的觉得我没有逗你玩，我知道你也亲我，我逗你玩，没有。第二个问题，简单一点的问题，我们是在一起在多长时间？一年开始谈恋爱，一年半了，我们一年半了在一起。下一个很好的问题是 ，Does your parents approve of you guys dating each other？ 这个问题我们会答在他的频道上，视频上，对。但是我们现在就是在他的Joy 的父母，我们在温哥华里，对，我们现在是他第一次见我父母，然后我帮他打扮了。打扮，他帮你剪头发。下一个问题是 ，Do you both have a lot in common, or are you totally opposite？ 我觉得我们有很多，就是有相处的事情，就是更 principles， 还有 morals， 还有 values， 或者是啥。可是我们不一样的是像，我们一般我们在休息的时候想干什么。吃的东西吃的很不一样，吃的也有一点，你不可以吃面筋，那不是我就说吃不了面，但是我不能吃，这个小的东西不是很重要的东西，我们有可能不一样。Interest， 就是喜欢这个东西 ，interest 和 hobby。对，以后的重要的决定，我们两个差不多会选择一样的，或者所以没关系。是的。下一个问题是 ，Was it love at first sight？ 我们开始打电话，打了两个月，然后就是了解自己的，因为我见你以前很了解你是谁了，因为我们打电话每天晚上都是从，比如11点到晚上1点2点，每天那种，对，每天都打电话。Okay， 下一个问题是 ，How did you start dating and who did the first step？ 我做第一步。下一个问题是 ，Is there a maximum age gap and what's your opinion？我的
最年轻的是必须要比我大两岁，嗯、至少两岁。我是差不多，我是最好的是四到五岁，比我小。比你小四到五、嗯、四到五岁？对，四到五岁。两岁不行。我不喜欢两到一岁比我小，因为我觉得那时候，比如我是想，我觉得是想很长往前走。很长的时间是你想就是比如 no 不是想开始家庭的时候我是差不多30、31、32然后女朋友是24、25、26可是很多女孩子一般24、25不会觉得她们想生小孩子，但是女的越来越晚了，对对，我是29、30，但是我觉得那个是一个怎么说，那是一个preference。下一个问题是 What is your favorite activity / hobby to do as a couple? 哦，我们刚才刚打了篮球，我觉得好好玩。嗯，他觉得好好玩。可是我们经常我觉得你好处是你喜欢干很多不一样的东西，你喜欢去试不一样的东西。对。可我觉得我们也喜欢就是像很简单的，就像去走路啊，对，散步，就散步。嗯。下一个问题是 How do you resolve fights?我们吵架的时候他很喜欢说我们现在必须要坐下来说、嗯、可有时候我觉得我很 emotional， 我不是马上想说话，我是蛮喜欢他特别喜欢吵架那一件时间去说出来答案。有时候你吵架问题是没有答案，有时候你有答案，有时候你答案得等一点再说出来。你不应该睡觉之前不把这个说完，所以我们都会马上说。下一个问题是 How long did it take you to fully be comfortable with each other? 我觉得我这个人能跟人家的相处的关系是很打开，可是就因为我打开不意思说我很 vulnerable， 让我觉得我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不是很 vulnerable。 我觉得我的是答案是我第一次放屁，我第一次放完屁我觉得很舒服跟他一起。你很简单，我们俩的答案好好一样，差别对不对？下一个问题是 Does Mike's girlfriend Joy care about Mike's last relationship since he's so public? 我其实没有真的看他们，所以对我来说不是，我觉得要是我看他们的话我会觉得很奇怪，因为我会跟他们的在一起然后分手的路线。你也跟我说了你的为什么你们分手了，所以我觉得要是你已经告诉我，我没有原因去必须要看，因为我看 YouTube 中文怎么说、嗯、对对对， YouTube 视频他的分手的视频有出现，可是我没有点。你想问我去把这个视频去删了吗？可是这跟我这我觉得不公平，我没有这个权利去叫你删、嗯、这又是你的上班的，这是你的工作，我觉得我不应该打扰。这词不对、嗯、这是为啥我还行、哦、你好逻辑好好好了解我，好真的了解我。 What's an ideal date for you guys? 我告诉你他喜欢的Ideal, 对，真的，我告诉你，我知道，真的吗？我们早晨起来完了，我们第一个东西去买菜，就是去大统华买菜，因为他肯定去大统华买菜，必须买两个薯片，或者买两三种不一样的薯片，然后这些薯片都得拿在一起，然后呢，必须得一到车里就得打开吃，然后这样很高兴，然后呢，买完薯片了，去中午。去回家做饭，然后他去做饭，但是他去做饭的时候我必须得100%帮助他，他做饭的时候我必须得擦碗，必须得擦地这些东西。你妈好像保姆一样的。然后那时候他做完饭了，吃完饭了他喜欢去比如咱们去跑个步，然后散完步他喜欢去再吃饭，他要吃的饭馆的时候他必须得点六个菜，就是因为我们只是两个人，他必须得六个菜每个都尝一口，然后呢不吃完，然后呢不吃完了以后然后再去一个喝酒的地方，他就想喝一口每个酒，就像买了六个酒但是只想喝一小口，然后这是最好的点，对不对？嗯。 What is your favorite memory?我就觉得就是那一段时间你在多伦多的时候我们先见了，然后每天晚上打电话，我其实很喜欢，因为我觉得那时候我在一边考 ELSA 然后我也在
上学，所以我整天就是六点钟起来就一直学习到九点钟。然后一般对我九点钟我的时间就是我们两位打电话，然后每天就是对我来说是有点像盼望着这个我们九点钟会打电话，然后就散心。比如说我们要说什么，我就觉得在跟见到他或者他说话，我觉得很开心，然后对我来说是很好的。我最记得时间是那时候我们去 Stanley公园说你被狼咬了，被狼后面咬了，因为我们在跑步呢，我们跑一个公里是早上三点钟跑的。我不戴眼镜，我什么都看不见，特别是晚上，因为有很大的闪光。哦，对呀，好，下冬天你喝醉了，你喝醉了。最后问题是 ，Do you plan on doing couple vlogs？ 你想做吗？我想做呀。可是我觉得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因为要是我想做 vlogs 话，对，你在我生命当中，对。所以你肯定会在里面。嗯、他的频道叫阿卓一，有点害羞。我不知道这是去泰国跟对越南，去泰国，但是我们会很 exciting。你又说了英文，我知道，我正在喝，很兴奋，很兴奋。That's it for the questions here, guys. I'm so excited.If you guys want to watch Sandy and Sheldon's Q&A, click right over here. And if you guys want to watch a video that YouTube thinks you'll love, click right over here. Till next time, 再见! I always say it.